我再唱一个我就下了啊。你们要听什么歌？你说别人净事，你们自己怎么还净事？还问我怎么挑的衣服？我就这么挑的。
还有追梦歌，还有茶声歌，忘记过去，还有素颜歌，红尘一梦，先静静的消失，还有狗狗，还要听最后一个情人呀。我应该解释，太雷同了，但是我怕我变累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就这样吧，等我。我不知道是我整岔劈了还是啥的，它是到这儿的衣服，但是我就正常穿一字肩的那个衣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服装让我给穿错了，我买了好几个古装，应该不会穿错。还有说像怀孕的，穿的是有点像。要是避雷怎么办？我先问你们，避雷怎么办？我解开。但我不是啥都不露，但是就有点秃领呢。他是，我是不知道我是古装穿错了还是怎么的，好几个裙子还有衣服啥的，你肯定是穿错了。小胖说没错。那我解开了啊，我先转过去，我先给你们转过去啊。它是这样的衣服，但是我不知道上边是什么样的，我不过好几件衣服，我因为我觉得太露了，我就给系上了。它是抹胸的，我不好意思穿。我穿错了，因为他这边是系扣的嘛，我就给系上了。我是不是穿错了？我也这个是穿里边的吗？这个衣服是穿里边的吗？穿外边不对呀、啊。他说我这样是对的呀，那我明天穿里边我看看啥样，因为这一个衣服它是拧过去的，我忘记了它网上的图片是啥样的了，网上的图片它是很好看的。一会儿我去看一下，不是混搭吗？它两个色系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我是穿反了吗？是这个衣服是到这儿的呀。那我一会儿我研究一下，你们不要纠结了啊。我研究一下，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吧，9:30了。我再唱一个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衣衫不整有点。我也不知道那是穿着的还是脱着的，这衣服反正我好几件衣服我能穿都让我穿上了，穿里边扎腰里边就对了。是这么穿的吗？对，好像是跟这类似、啊。这么穿是对的，这么穿是对的。啊，这么穿是对的，我应该是穿错了。我买了好几件，我也不知道都是哪件和哪件。穿好了，明天再给你们看吧。那我就先下直播了。再次感谢所有兄弟姐妹的陪伴，谢谢大家。再次感谢。
些风格，风格又是退下了吗？这是。风格还有听哥哥，还有黑色哥哥，还有九张鸡哥，还有肺波哥、布丁哥哥，我应该是穿里面的，好像是哈。我一看图片，好像是我穿错了。我感觉好像没错呀，这玩意儿，反正我看图片不是特别漏啊。谢谢那个那谁，还有灰狼哥、发哥、小梁哥哥、鼓舞哥，啊，还有一个独自一人哥，还有涛哥、小淘淘、似曾相识，还有人为书，还有。本人无心，这个是白茶哥，还有给五哥哥，还有九重哥哥。你说你一大帮男的，你研究我的衣服干啥？好像比我明白点哈，你们还会百度瞅我穿反了，还特意给我发个图看看是不是穿反了。行行行，你们厉害了。谢谢那个似曾相识哥，还有无心哥，还有冲九哥哥，还有张学友，谢谢一念成魔哥，但是你们也挺厉害的。谢谢王刚哥、尊上哥，还有茶师哥、随意哥，以及木偶，谢谢孤帅哥哥，还有彩涛哥、风信哥、漂流哥，还有不会飞的企鹅啊，还有傲世哥哥，还有抢红包买糖吃，还有脱胎换骨哥，还有小飞侠，谢谢东区哥，还有兵哥，还有三四九一哥，还有黑土地哥，还有黑夜哥，还有倪春哥哥，还有这个念啥呀？追梦依然嫣然，还是什么？依然追梦木然吗？木然追梦吗？谢谢冬天哥哥，还有信仰哥哥，还有秀姐一支烟，海威哥哥，还有红土绿燕哥哥，还有雾里看花哥、一梦红尘哥，谢谢似曾相识哥。小胖告诉我这么穿的。对，但我对是这么穿的。哎呀，好，就这样吧。不休说了。